第一种就是图片上这个左右对称的中控按钮设计，这种设计反人类的地方在哪呢？第一个就是不方便记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游戏手柄，如果我们长期使用游戏手柄，我们闭着眼睛都知道哪个按键在哪个位置，我们靠的是双手记忆，一只手机一边能很快记住按键位置。但是汽车的中控我们都是用一只手去操作，靠的是单手记忆，一只手记忆两边的按键我感觉是很难记住的，我现在都只记得少数的按键功能，不知道各位怎么看。第二个就是中控右边的按键离我们的右手有点远，把手臂伸过去有点费力。第二种就是图片上这种几乎接近90度垂直于水平面的屏幕，我们平常使用手机都是一只手把手机斜托着，另一只手再去操作，这种太陡峭的中控屏幕使用起来对我们的手指绝对是不友好的。第三种就是把主菜单还有导航这些常用的虚拟按键排列在屏幕的上面，导致我们使用的时候要把手抬高有点费力。现在正常的汽车都会把虚拟按键放在屏幕左边或者是屏幕下面，这种反人类的设计估计只有东风日产能做出来。